今天呢，除了有关于追诉权时效的问题以外，其实我相信两位应该很清楚哦，对于整个诈骗猖獗的状况，在我们目前刑法339条，或者是更具体的讲，339条之四条文的法定刑，我们已经规定到1年以上7年以下了。但大家真的在关心的，是具体的实践上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我请两位啊看一下。我在之前公听会的时候，我就很清楚地点出来，台版柬埔寨的主嫌蓝道，他是怎么样从小弟到首脑，31个加重诈欺罪，分成2个审判程序。来，先看一下 A 案的审判程序。2020年5月到6月的时候犯案，总共有12位被害人，12个加重诈欺罪。最后定执行刑出来只有10个月，还给他役服劳动。右手边的另外一个审判程序，是他继续的参与犯罪组织，共同诈骗了19位被害人，19个加重诈欺罪，最后判刑2年，缓刑3年，一天的牢都没有坐过，一天的牢都没有坐过。针对这样子刑事司法，在个案当中实践出来啊的结果，请教市长，站在法务部的立场，能不能够接受？第一，我们还是尊重法院的判决哈。那第二，我们为了要打击这些诈骗集团，我们当然期待了哈，期待要这个量刑上能够符合我们被害人以及社会大众的期待。第一个，我们当然每一个人都尊重法院的判决嘛，但作为法律人。法院最后判决出来，乃至于执行的结果，都是我们刑事司法体系当中的一环。我说的没有错吧？哦，也没错。在面对这个刑事司法体系实际运作的结果，我刚刚的问题是请教法务部，站在法务部的立场，我们国家要严肃的去追诉诈欺犯罪的这一件事情，这样的结果对法务部而言，能不能够接受？我们还是尊重法院的判决了，不过我们立场还是希望能够更具体哦。现在有2个层次嘛，第一个，我为什么问你能不能够接受？如果这样的结果，从社会大众的期待，从刑事法律，不管从硬报的功能、一般预防的功能、特别预防的功能，都没有达到刑罚所应该发挥的效果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应该去诚实的面对检讨。为什么出来判决的结果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市长，您赞不赞同？这个我们赞同。那现在好，如果你赞同的话，请你仔细看哦，在这个案子里面，你觉得发生最严重的环节在什么地方？应该是定执行刑。现在定执行刑哦，是每一个诈欺犯罪，他每一罪的宣告。从1年到1年8个月，最后总宣告刑是21年2个月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在我们目前数罪并罚的法规当中，也就是我们要以每一个宣告刑最高的当做底线，总宣告刑21年2个月当做上限，在这个空间当中给法官来裁量，我的说明有没有错误？我也没有错，没有错嘛。好，作为一个立法者。当我们看到给法官这么大裁量权限的时候，结果竟然他裁量出来的结果是定执行刑2年，这个会让我们很严肃的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：我们针对数罪并罚的部分，是不是给法官太多的裁量权？有没有必要修正？请教一下次长。这个我们在那个刑修会议里面也做过讨论了。那再来，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，我们也会草案里面第50条，检察官在起诉的时候也会具体求刑。那我们也我先停一下哈，不用刚刚你所讲的专法了。对，现行法，检察官可不可以具体求刑？可以，可以嘛？对，那所以就不要讲空的嘛。是。现在我在问的是，针对数罪并罚这么大的裁量权交给法官，导致最后出来的结果是这个样子。从法务部的立场哦，从法务部的立场。你们能不能够接受？
如果个案检察官认为量刑过低的话，我们的确会再收集其他的资料来提起依照法律程序。那就这个个案，你觉得检察官应不应该觉得量刑过低？这个检察官个案他会认定。现在我就来跟你讲这具体的案子，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哈？这个是前案哦，这个还当这位蓝道，他还是小弟哦，他只是这个犯罪组织其中的参与者哦，他还没有真正的成为什么上面的领导人。但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，刚刚的那一个判决，来请次长跟司法院的刑事厅厅长看一下，2022年4月的时候全部判刑确定，犯罪时间。在检察官所追溯的犯罪事实是在2020年，到2022年4月判刑确定。判刑确定了以后，一个缓刑不用关，一个给他役服劳动。结果他在役服劳动的时候啊，去做了什么事？发生了台版的柬埔寨。从2022年8月到2022年11月，拘禁提供账户的人，凌虐他们，继续进行诈骗。这个案件，检察官什么时候收网的？市长，你熟不熟？收网的时间我不清楚。收网的时间，我跟市长讲。在士林地检署侦办。是，收网的时间是2022年11月。11月收网的时候，杜承泽还没有抓到，其他的人先落网了。好，没有抓到他，但是台版柬埔寨已经被侦破了，许多共犯都被抓了。但杜承泽跟其他几个人跑了。来，我们再看下一张。我们在第一个案件当中，31个加重诈欺罪，让这位杜先生拦到一天的劳都没有做，他在外面役服劳动的时候，在台北、三重、淡水拘禁提供人头账户的人，凌虐他们。2022年11月。检警收网，其他的人都被抓了，这位杜先生还没有被抓到。来，再继续往下看，2023年3月，他继续在台中做什么？他继续在台中从事诈骗，而且拘禁什么人头账户的提供者，用手铐、用脚镣的方式来控制他们的行动自由，继续的从事诈骗。我们的刑事体系。我们的刑法体系为什么会让整个社会大众看到的是，我们对于不仅仅是诈骗犯，还是组织犯罪里面的成员，还用凌虐的方式去剥夺人的行动自由，让他们可以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犯案，毫无畏惧，这个是我们现在所在面临的状况。我想要跟市长交换意见的事情是说，法律人在修法的时候，不是只有单纯的在看那个法定刑怎么调，你要看最后刑事司法实践的结果到底是什么，以及最后这个刑事司法实践的结果对于我们刑法所要达成的目的，不管你采取的是什么理论，有没有实际的实践刑法所要达成的目的？市长，你觉得有吗？我们还是有积极的安排教育训练，来要求检察官要督促法院量刑的程序，以符合罪行相当的原则。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做教育训练，做这样的督促？这个一直以来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嘛。好，那如果一直以来都有的话，请问这件事怎么发生的？这个是在做完教育训练以后，还是做完教育训练以前？我们公诉训练是常态性的训练。这个，所以吧，对，一直都有。所以这样的现实没有让你警觉到说，你所谓的公诉常态性的训练没有发挥效果吗？还是你认为有发挥效果？我们尊重法官的判决，我们只能努力了。真的，这样真的太消极了啦。如果到今天你站在这边还是尊重法官的，因为对于立法者来讲，我们要解决、我们要处理的问题非常的 critical。现在一年以上、7年以下搞出来是这个样子吗？这样的实践的结果，我老实跟市长报告，社会大众没有办法接受，我也没有办法接受。那个不是立法委员是不是已经明确的在不断调高刑度，而是我们看到实际实践的结果根本没有办法达到刑罚的功能嘛？市长，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委员讲的有道理。
那有道理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我要提高法定刑吗？还是继续信赖法务部对于公诉检察官所做的教育训练？还是期待法官在量刑的时候不会按照以前的方式这样继续下去？我现在想要请教法务部跟司法院的是，如果这样的结果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，连您也没有办法接受，我们的 solution， 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？绝对不是在这边说空话嘛。对对，包委员，我想这个检察官要努力，法官这边也应该有机会来做调整吧。来，我最后哈，时间的关系，这个案子我说哈，到2022年收网的时候，第一波被抓了嘛，但他完全没有在怕，没有抓到他，他在台中继续干，结果私刑拘禁，给人家上手铐，给人家上脚镣。来看一下，这个是法院最后判刑的结果，杜承泽宣告刑7个月，其他的6个月、6个月、4个月，全部一颗罚金。那等于是什么？我把提供人头账户的人用手铐脚镣关起来，我所会付出的刑事处罚的代价是多少钱？18万到12万。市长，这样的结果你可以接受吗？我们尊重法官的判决。我们当然尊重法官的判决嘛。我的意思是，从法务部执掌法务部，我们在诉追不法犯罪的时候，这样的结果你认为妥适吗？我们会继续努力。你要如何努力？我相信你一定会继续努力。现在我的问题是，你要如何努力？你要如何努力改变这一个让非常多的人没有办法接受的结果？这是我的问题。讲空话没有办法解决问题。现在我的问题，我不是怀疑你努力的决心，我在请教的是你要如何努力。我们现在也有，也对于私刑拘禁的话也有加重处罚。再往下哈，一模一样。他后来被抓到的，到2023年，我刚刚所讲私刑拘禁的那个案子，又32个加重诈欺罪，诈欺的金额超过2200万，32个加重诈欺罪哦，又多了32个被害人，每一个宣告刑1年4个月到1年1个月，宣告刑合计47年9个月，这个还没有定执行刑呢、啊。但我有一点没有办法想象啊，这个定执行刑以后定出来会多少？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给法官的裁量权，法官只要判定的执行刑哦，只要在1年11个月以上，就合法了嘛。我说的对不对？是。会不会发生跟之前把他养大的那个案子一样，要定2年的执行刑？虽然他总宣告刑加起来已经47年了。面对这样的状况，我们当然都尊重司法个案的判决嘛。但问题是，当给法官这么大的裁量权，最后裁量出来的结果，从刑罚的目的，从最后要抑制诈骗犯罪，全部都没有办法达成效果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深切的检讨反省？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市长赞不赞成？我赞成。司法院赞不赞成？那我们就这方面，我们继续努力。你们继续努力啊！我希望啊，告诉社会大众，你们要如何努力？告诉社会大众，你们要如何努力？我希望下一次我们再站在这边，在讨论相同问题的时候，我能够听到你们跟所有的台湾社会关心诈骗、痛恨诈骗的人讲，法务部也好，司法院也好，要如何努力？好，谢谢。